这位农修，伊讲，佛弟子带老伯来问一个问题，讲大家年纪已经真侪了，66岁，生活真简单，也无甚物牵挂，任何代志，逐摆念佛啦，或者咧做运动的时阵。规身躯啊，拢真乱，袂当平静，袂当专心念佛，以去做每件代志。想要安定落来，都是做袂到。要安怎才会做到一心不乱念佛啦？为什么会安尼生呢？这个心袂平静啊！就是烦恼习气，念佛的方法对付乱心嘛，是非常的有效果。但是绝对不是讲你好好一个念起来，你心就会平静，无遮紧，一定都要有功夫啊，要有时间。毋免惊，愈念心会愈乱，无念心就袂乱，其实是错误的。无念的时阵，心嘛是遮乱，是你无发现，因为你的注意力无集中伫这所在，毋知讲家己乱。到家己想要念佛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就发现原来是遮尼啊乱，绝对毋是讲因为念佛遮乱呢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捌啦！现在你用心念佛的功夫，将你的心平静落来，绝对啊，不是讲几工就会当做到，几小时就会做到，无遐简单啦。平常咱一般人的经验，大概总是都要3年啊。每工啊，继续不断来念，念的时阵，妄念啊起来，唔通去插伊。卖管伊啊！将注意力集中伫佛号、佛号甲梦想可以同时起来，慢慢呢，或者佛号啊、注意力啊，集中伫即个佛号顶面，妄念啊就渐渐的减少了。无可能妄念忽然间会转去咯，无可能，无即款代志，总是啊慢慢的减少。即、这个道理啊，捌啦，一定爱继续个念落去，毋免惊。做代志哪讲，唔是用思考的代志，拢总来念佛。那用思考呢，你就好好去想你的代志啊。代志做完了，好好都来念起来。因为同修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伊讲啊，非常尊敬你，我学佛。困3年咯，暗时伫咧困，每到3点钟的时阵，总感觉有人啊出来咧甲我杀，我就精神咯。总认为讲是何法神催我去上早课，大多数是一个推我就爬起来去上早课咯。可是有当时啊，暗时嘛会出现这种现象，伫我拢无准备要困的时阵，忽然间一个加仑顺，后来习惯了，也就无甲当作一回事，唔知影讲这是病态，也是何法神伫咧叫我起床，向老法师开始。你的想法啦、啊，真好啊，就该当作是护法神就好咯，啊，安尼就好咯，卖将这个代志放在心内，一定都爱啊，将这心专注伫咧来念佛，啊，在家居士啊，暗课加念佛较好，加念佛，古代的啊。
哦，常常有个人讲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除非啊，你是伫咧道场领奖，道场一定有伊个规矩咯。迄是一定爱遵照规矩做。另外一种是发心讲经方法，你要用这心专注伫经教顶面。啊，讲是无遮个代志咧，应当都爱专心念佛，专心念佛，决定啊求生净土，这才是这一生当中第一站大事。第二讲暗时有一摆，伫咧困阿未困的时阵。一下啊，就亲像有人把我塞去到真悬所在，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。后来佫慢慢啊，把我放落来，至少有两摆，我感觉真正舒服。因为啊，讲这个事啊，佛光普照啊，同时我认为伫咧做梦。但是我用手一个摸念佛机，也伫咧弹，也搁咧弹啦。这个养大悲咒，才知影讲唔是咧做梦，唔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款代志。也有念佛啊，总真爱去打坐啊，默念。有人讲念出声比默念较有功德大，这个讲法是对无？请老法师指教。这个境界现前呐、啊，这是啊，这是真正普遍的现象，唔是你一个人专有。我常常去拄到同修来甲我讲，可见这个境界啊，是真正侪人拢有诶。修到这个原则，见怪不怪啊，奇怪自败啊。也都是讲，唔能解放喺心内，唔能解当做一回代志啊！莫去插伊啊！所有的这个境界拢是好境界，那讲是要解放喺心内咧，常常会去挂念这种境界咧，真容易啊变作魔障。也都是讲魔的一边。啊！伊知影，伊啊，甲你动一个脚手啊，动一个脚手咧，啊，你就真在意，你真在乎，以后果啊就收着咯，以后啊麻烦就真多咯。所以讲啊，卖甲囥喺心内，念佛打坐灭了会用的啊，念佛是行住坐拢会使念。这才是自在啊，所以啊，伊比其他法门容易啊，道理伫即地啊，默念也会用，出声念也会用的。啊，有人讲出声念比默念功德大，大概是咧讲什么呢？讲出声念有别人啊会听到，会听到咧，所以六尼君因为道正。伊从这个佛的经济个正伫这个听到的人的心外来咯，这是功德，这是啊你所做的好事啊。但是默念虽然一般人听袂到，微神会听到啊。所以袂当讲啊，这个是无功德啊。这就是要看你家己的这个方便。这是辽宁马鞍山的医师，伊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这是法官的问题，伊讲什么款的情形下面呢，算是讲佛事烦恼咯，烦恼未起作用咯。那是讲行动啊，无表现出来呢，心内底啊。水境动了烦恼，但是过一阵啊，
又过对低咯，心算讲福自烦恼咯。这个算福也无福，怎样讲无福呢？真正福事咯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未起作用咯。这是你真正福事咯，唔是讲福一阵啊，一点个骨起来，这是你无福事。因此，福烦恼也是都爱功夫啊。功夫若还未得力，福未调呀。你现在敢福调呀？你面上是人拢给你摇摇卡着你啊，你去去烦恼，你要安怎？都是伫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去锻炼呐，人给你骂、给你拍、给你鞭你。你一点啊，嗔恨心都无，都无技术，这是你真正福助咯。啊，清醒的时阵福助，困咧做梦的时阵也会福助。在梦中，有人会甲你受气，这一发脾气，你就无福助咯。福啊，比断容易啊，断较难啊。好甲断的这个模样无同款，断的时阵，你能力恢复，那讲心通现前咯。现世烦恼真正断咯，墙的迄边有人伫咧做啥物，你拢看会着啊。呀，别人心内咧想啥物代志，你知影？阿心通，天眼、天理、阿心通。这个真容易得到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啊，断了啊，才有啊。福的功夫啊，深也有，但是无断的能力，遐尼大。所以呢，我烦恼的这个状况，家己一定都要清楚。呀，咱也可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起心动念，是无好事。哎呦，讲啊，真正烦恼好事咯。这个往生，那是讲有把握，想什么时阵去，啊就什么时阵去。呀，咱啊想讲生死自在。呀，你生死为什么未自在？你烦恼无福助啊，所以你就未自在，福助就自在咯。啊，讲是真正转去咯。你想要伫这个世间待200年啊，300年、2000年、3000年，这就无问题，是会用的。假设尊者伫家族山啊，也伫啊。这个摩尼佛交代伊，等到弥勒佛出世，将这个摩尼佛的这个袈裟传给弥勒佛。要咱知影，迦叶尊者伫世间会要待偌济年？《弥勒下生经》的内面有讲，算看卖，换算最现代这个年代，56亿7000万年啊！这才真正叫做了时事啊！伊要待遮侪年啊，是因为伊有任务，伊都爱将这代志交代好啊。啊，是讲无遮个任务啊，啊，你就得大自在咯。你欢喜来就来，欢喜去就去啊。所以这个一定都要辨别清楚啊，袂当讲是未证，无证到这个境界，因为家己已经证到了，这个错误就真大了，对于家己修学有真大妨碍。转其合合以外，处事正行，我们如何修造行？所谓积诸诸粮。
兴地业众，展翅复活，希望复活啊！伊离了始终不中断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啊！绵绵密密啊，哦，复活啊，不断，一切时啊！一切处，在你有工作的时阵，如何放下，认真去将工作做好，做好了后，将你的代志啊，甲放下，如何立刻就提起来，这个啊，你做的工作就是做行咯。所做的一切事。拢是啊，利益啊，众生的啊，拢是啊，方便众生的啊。你唔是是自私自利，拢总拢是造行啊。啊，接触诸鸟，种地业种啊。顺境、逆境、善言、恶言，拢包括在其中。即、这个咱常常提醒大家：顺境、善言，袂起贪恋之心；啊，逆境、恶言，袂起嗔恚之心。就是讲，伫一切人事物。一切环境当中，保持着你的心地清净。你若是唔知影这个道理，我去甲你讲，保持你一句好好不间断，也就好咯。因为你心内有好好，啊，你就未有妄念。你念头起来了，你好好就转去了。伊喏，哀乐嘅念头起来咯，不好就无咯。你啊有好好，你就未有妄念。道家无欺负名，如果专念求孝啊，求孝啊，临终时啊，化为这个供体而走，是不是也会当啊了脱生死？脱离轮回，是不是讲生到苦果？不可能。那是讲道家念求孝啊，也会当了脱生死啊，生到苦果。这迦牟尼佛绝对未来这个世间来。为什么咧？了生死啊，出三界啊，恁都拢有办法咯。伊来要创什么咧？无这必要啊。伊来就是讲，恁想要解决问题，袂当解决，伊一定就来帮助。啊，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有办法解决，伊袂多事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事不如无事啊。伊来遮要创什么呢？就是恁啊，袂当解决啦，就许啊，那念多咯。将来家己也就变成树猴啊咯，啊，去到一起做树神啦。伊这话将心相生啊，一念什么就变做什么呀、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伊是比袂着禅宗，禅宗叫做参究啊，禅宗唔是念，离心意识参啊。伊心内未落印象，道家这种的修行啊，落印象啊。虽然也会到个这个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就跟弥陀经上一心不乱四字啊同款，意思境界无同款，大大无同款啊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影。
伊讲若无去到啊，佛国，伊是啥物境界，证到啥物地位，生到倒一层天呢？即个代志啊，甲咱啊拢不相干呐。啊，咱无需要去知影。古人讲呀，知足少时烦恼少啊。世人多处是非多啊，你管遐做代志要创啥物？若是讲你真正要问啊，伊是啥物境界，生去倒一层天啊，都爱看即个用功的即人。两个拢是用功的人，程度无共款，因个境界无共啊，因个技术也无共。你问看倒一个人？你来知影，你无指定倒一个人，含糊拢通，人甲你答复也是含糊拢通啊。就算讲一个人一生无做恶，无做恶也无修仙啊。所以的境界啊，生处拢唔是真悬啊，这咱想象会到的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我学习钢筋，初学者要选倒一种筋最适合，佮家己啊做会有得利益的。这嘛是个人的根性无同。我永年啊，甲李炳南老技师学钢筋，啊，阮二十几位同学，每一个人学的筋拢无共款。什么原因呢？根性啊无共款。那是各家细分。这个做从事的行业啊，也无同款，工作无同款，生活无同款，所以这都要关机啊。你老师用的原则，互你家己去选，这是挑选最适合的，你最喜欢的，也你选了后啊，送去互伊看。伊会看了后，伊感觉这个也无适合你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学生啊，拢是听李老师钢筋说法十年以上，啊，拢嘛真熟啊。所以啊，伊对你的状况了解个真清楚，这个无适合，过去选。三摆呐，选到的拢无适合。老师才会给你算了。那老师若是说要替每一个学生都来算，那敢忝死？所以啊，总是让你自己去算啦。这个算经啊，不然对自己啊是有利益的啊，也得来考虑对社会。这是上海李技师伊啊问的问题，伊讲我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教你。我信佛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，一直啦拢是啊净土法门，可是现在我因为外界影响，如分身年龄。的问题，年龄啊，这地挂好写十七，是不是十七岁呢？
有淡薄动摇咯。我家己心知影，净土法门是第一法门，各种事啊，心静不落来啊，念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？第一个是对净土法门认识无够深刻。第二个你修学的功夫啊不得力。第三个啊，经常讲呀，你的善根福德也不够。弥勒经常讲啊真好啊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一面得生彼国。就爱在这个方面去加强啊。净土法门若是讲未当成就其他的法门，就可免讲咯。为什么呢？对万事情法门，每一个法门拢比净土较困难。净土啊，会当待业，其他任何一个法门拢无听讲会待业的。换一句话讲，任何一个法门，若想要入门，一定要断厌世烦恼。三界八十八品见血，但是未当断，你就无可能入门啊！这是实在话，这太困难了。种种方便是福烦恼就会用的，也唔免断。断啊，比福啊难太多了。福讲老实话，咱这一生努力肯定会当做到。断呢？任何人啊，都唔敢讲有把握咯，这是真的啊。你讲其他法门是唔是会当甲净土做一修，互相弥补？会当啊，讲是几种合起来修，上法华的。净土有联系无？因为我已经啊，持诵啊，发华两年了。这是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顶面讲啊，真好啊。修下其他大乘啊法门的啊，将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拢会用的。但是问题在倒位？你修啊，其他的法门啊，一定要有功德，不是讲迄个经我每天念几遍都会用你，这未用你啊。不是讲念经的人拢会往生，无这道理。念容易啊，啊，咱伫刚说内面有相讲啊，信盖行净。一定都要将这四字拢总固着，这才是修持啊！有真侪人啊，将读经当作是修持，这是误会啊！修是接受，接受，接受什么的经典内面所讲的道理，接受经典内面啊所讲的修学方法，接受啊经典所讲的境界。完全啊，落实伫家己的生活当中，这叫做修啊。持是保持，你袂失去。唔是讲话，今仔你有了，明仔载就无了。你虽然修，啊，你袂当保持啊，迄无问。真侪人啊，将修持这两字的意思做唔对了。三心五慧，念到几世人的经，将来以后也得去六道轮回。你去我倒转来麻烦，不骗我，不无灵了。我逐天受持，现在搁对你恶道，罪上加罪啊！我讲的是无错啊，你也改错了。所以啊，拢总都爱落实啦。
无落去哪会用呢？无啦，教人的基本法，也毋免讲什么经咯。啊，基本法啦、啊，是正业三福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就是基础啊，就像起厝同款，无管你起什么厝，头一个家己打拍地基啊，将地基做好啊，正业三福就是地基啊。三条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自心不杀。修是善业，你有做到无？若是这四句无做到，啊，你一生修学，拢变做阿赖耶识内面的佛种子啊！这一生是不是得到修养呢？得袂到？就是古人所讲的，你该安怎生死，也是安怎生死啊？该安怎轮回，也是安怎轮回。你啊，只会得到一点点啊小的福德呢，无功德。所以呢，爱认真做啊。我常常劝勉念佛同修，这四句做到了，确实做到了。啊，你念佛啊，求生净土。生凡性动机土，四土内面生个无关啊，凡性动机土，因为三福三层的基础啊，才做了三分之一呢。你基础无扎稳啊，如果你做到第二条，修持三规，无著众戒不还为依，修持三规啊，迄不得了咯。唔是讲咱找些法师，甲你做三规，迄就是修持，迄是定零啊，一点啊都无路用啊。三规头一条，皈依佛，隔离不迷，都、就是对一切迷惑颠倒回归啊，依住性格，这是皈依佛啊，你拢落实咯。规划整理不暇，对错误的思想啊境界，我都转来以正知正见。第三条规精整理不念，精出业力根清净，一定不念，出这意思。啊，咱伫切时在厝，拢会保持家己的清净心，但伊这种心啊，互不相处。啊，这三条咱也是做袂到啊，那就无办法咯。拢总落实做到，这叫修持三规，唔是形式，形式无路用啊，丢零啊。也都要加着古教众戒不还为依啊，就是讲你伫世间一举一动啊，拢是社会公大群众最好的榜样啊。啊，这个功德，佮加着念佛求生净土，是方便有土啊，比这个、同基督关一层咯。那佫要向上提升呢，三福第三条也都要落实啦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度上大乘款进行者，款进行者就是啊，为人演说，自行化他，安尼才会当啊生十宝庄严土。经内面讲啊，才清楚，才明白。你家己也看错了，你若是怪别人，啊，你罪过就真大了。
所以咧，咱对宗教袂当是无去学啊，袂当讲是啊，袂明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你袂明了，往往依照家己的意思来猜度佛的意思，全部拢猜错了。也认为讲家己学佛啦，学了阁袂歹，认为家己也已经入了佛的佛见咯，这太冤枉咯。所以佛叫咱深入经中，深解义处啊。这是真重要的开始啊。呀，大乘经你嘛得一门深入啊，当时分修，这会有效果啊。哪讲学伤多伤杂，你的心散乱，不能成就。伊也下面讲了，现在我成立一个念佛小组，因大多数拢是年龄比较较少的人。啊！因若未习惯这个净土法门的一句好好，一部无量寿经，因啊无量寿经已经读得真熟咯，想要学上一寡其他的经典，亲像地藏经、药师经、金刚经、法华经、楞严经，敢会用的呢？会用的，你去，你也去学啊！这叫什么禅修？实在讲，这是现代人一般人心地真乱啦，未当专一啦。自认为讲聪明，自认为是讲下多文啦。佛在经上教咱的，诸行世缘来都讲，法门无量世缘学啊。但是毋是现在学？伊是有阶段，有展出诶。佛性劝你发心，劝你发度众生诶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劝你发这个心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心是推动你修行诶力量。你看社会大众，每工诶因拢遐尔辛苦去工作啊，认真工作，又为着什么？因为名利啊，名利在推动伊啊，伊才拼命地去做啊。啊，是讲无名利，逐天在做，做什么也得袂着，保证伊什么拢无爱做啊。啊，中国的过去，李克勤啊，最初来访问中国，回去了后，迄个时阵我嘛伫美国。听到转来这些人跟我讲的啊，全世界的人，中国人上贫端，无爱做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工作家己得袂着啊，什么拢得袂着。伊就唔做咯。每工斗阵，伫人民公社，大家食大鼎饭啊，拢是同款的啦。你工作辛劳也吃哈多，你唔做代志也吃哈多，大家啊，啥愿意去做？做拢是戆人啊。也现在咧，你个看，改革开放了后，中国人足困困，为什么？做家己的啊，有修行啊。所以今仔日的中国。用有百万、千万、亿万的富翁真多啊！我看都未少。伊为什么拼命工作？有名有利啊！唔，那是中国人、美国人嘛是同款。那讲叫伊每天辛劳工作，一仙钱拢唔可以啊！可以食大鼎饭，伊嘛是贫端人啊！伊嘛世界上第一贫端的人啊！所以社会推动啊，是名利的推动啊。呀，佛法啊，既然是无爱名，佮无爱利啊，什么力量咧甲推动咧？
愿力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愿力伫咧推动伊，伊也欲将伊诶宏愿啊兑现，伊袂当无用功，袂当无努力。伊毋是名利伫咧甲推动，伊啊是啊心愿伫咧甲推动。也未怎样完这个愿呢？啊，头一个阶段断烦恼啊，烦恼而断尽啊，才有法门啊。现在今仔日学法门呢，不是真正咧学法门，是用学法门的方法断烦恼。你想看卖？你学这个法门断烦恼容易，还是学真侪法门断烦恼容易呢？伊对遮来想就明白咯，烦恼的这个根啊，就是你的心散乱。你学这几十种经、二十几种经、三十几种经，你心力未集中，你也是散乱，难呐、啊。学一部经，规个精神力量集中伫这内面，容易啊。无量寿经啊，念到真熟，无想要念咯。经的文理可能啊，你真熟；经的义理，你一窍不通啊。所以啊，你会念到真正厌烦。如果你通达义理，你会发喜充满啦。那是佛法，这法嘛是有这效果。夫子伫《论语》头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伊未亚先呐、啊，会亚先，家己都爱反省啊，家己一定有错啊，唔是伫理论上错，就是伫方法错了。为什么别人学习会啊得到欢喜，啊咱学习会到亚先？啊，你无反省啊，无咧忏悔，免哪用呢？啊，你若想通一切佛法，精通一法，好在你讲的话一点啊都无错。一精通，一切精通。咱想要通达一切经，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对这部经。我这部经通了，全部拢通了。但这部经到什么时阵才算通呢？明心见性啊！任何一部经拢会达到明心见性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啊，是法平等，没有高下。所以你选修多一部经典，佛拢会点头啊，拢同意啊。为什么拢好啊？无唔好呀、啊？只要你欢喜，你就学习，专修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你啊才会见性啊。你在的这部经啊，得定开慧啊，你的心啊是袂当定落啦，你的智慧安那开，你心是乱的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同学问的啊，伊的心是乱糟糟，这个问题真严重啊，伊什么成就拢无啊？你若问我讲念真侪经会用袂？当然是会用，为什么？现在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啊，啥人也袂当管啥人啊，哪会讲袂用的呢？我敢讲讲袂用的呢？所以咱来明白这道理，希望家己会当得到真实利益，这点是真重要。这位同修问的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
又过去朋友厝内啊，去宣传啦、发书、讲法的功德，并三个观看，看情是毋是会当啊穿海青衣对功德顶礼敬拜啊？你若是问我呢，我劝你毋免。为什么？这毋是正式的道场啊，这都毋免拘束这个形式，尤其是对初学。初学若讲一定讲有遮侪规矩，往往会甲人惊着咯。伊看到规矩啊太大，伊也无愿意来学分咯。呀，我也捌拄着过真侪知识分子啊，伊也对顶礼啊真未习惯，所以咧问伊是毋是要学分，伊摇头不爱。为什么？因为都在磕头呀。哦，爱磕头啊，会当有福啦，伊无福咯。如果甲伊讲合福，会当免磕头，伊就会来咯。啊，咱目的是叫伊来合福，毋是叫伊来磕头呀。所以爱知影这道理啊。咱一举一动拢是接引众生，哦，众生有一个真好启发，安尼就好咯。所以这个这个礼节无需要拘束。那是讲这个斗阵来看录像，你看时间较久，看较侪，内面的内容你也知影，个比别人较深一点啊。一边看一边会使甲人啊讲解啊介绍，这是好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礼节啊。无重要啊！所以啊，这内面啊，有一寡特别的人物啦、啊，你刻意要去甲多伊啊，知影你这种做法有正面的这个影响，这个影响，总共这句都要关机。呀，我伫国外。伫真侪公共场所，尤其阮往来，拢爱经过机场，有一寡外国同修，因伫机场真侪人啊，拢到底时阵，伊跪落来啊，向我礼拜。我知影，伊这是度众生啊，做好大家看啊。啊！若是中国信徒对我礼拜，大家拢无关心啊！看到外国人甲我礼拜，每一个人目睭拢睁啊大泪，迄是有啊度化众生的意思啊！所以，什么时阵应该哪做，拢都爱啊观察当时的世界因缘，唔是对家己有利益，是利益众生，影响别人呀。诶，你诶问题，请问医师啊，穿海青诶原因、意义啊、作用？这个海青啊，是中国古早时阵礼服，民间诶礼服，毋是佛教诶。佛教诶礼服只有搭这个三衣啊。人叫福田衣，那是佛教的。佛教传来到中国来以后啊，佛教是非常开朗的，一切随俗，绝对啊无什么刻意的规定，无啊。啊，那现在交通真方便了，大家啊去印度去的人真多，你看印度人穿的衫是什么款呢？这布包的身躯啊，
这个母牛当时嘛是一块薄薄的身躯诶。啊，印度人的衫就是这啊，伊个衫真大，这薄一条啊。啊，来到中国来了后啊，因为随中国的这个风俗，啊，因出家人啊拢穿中国人的衫，只有伫典礼当中啊。集会当中，将因的这个衫，这满地的这身躯的啊，做一个象征性的纪念。也伫中国的衫已经是缩小了，大概啊缩做二分之一，无遐大咯。那现在用的这高宽比较方便，已经是两条大甲绑起来。恁看到中国隋唐时代壁画。壁画啊，遐个围观内面，你看到出家人这所在是用大个绑起来，迄个时阵也无挂钩啊，挂钩啊比大较方便。伊啊已经改啊缩小了，啊日本人呢比咱就更加简单咯。你看看日本的法师因这个大的这个大衣，这25条。做这细地诶，平常啊，放咧西装诶，较落地啊。啊，到典礼时阵啊，又一条大啊，就挂颔棍诶，啊，挂中啊，啊，象征意思啊。这象征性呀，所以还称是中国古早时阵诶礼服，毋是出家人专用诶，这还怎样？中国古早时的礼服，随着家己的身份，随着家己的地位，顶面有绣花纹，就叫中服。花纹也袂使讲随便来用的啊，也一定面是分阶级的。颜色、花纹拢代表阶级。你看看，较早皇帝穿的是黄色的。啊，宰相穿的是啊，紫色的，大概穿紫色的这个官位啊，就非常悬咯。啊，下面啊是红色的啊，各落来是蓝色的、绿色的，伊拢分等级，叫做将服。皇族呢，伊啊是穿黄色的，就是零，因为零内底也有阶级，阶级啊对对分呢。零的鸟啊，鸟啊，皇帝的零是五鸟的，五鸟，亲王呢四鸟，就是降一等咯。啊，像晚清时阵的这个八烈啊，佮再降一等，这是皇孙之类的三鸟的，零是三鸟的。你看零几鸟啊，你就知影讲什么人穿的。五鸟啊，只有皇帝一个人啊。伊啊是分等级，啊出家人呢，出家人束缚啊，内面啊完全无花纹呢。啊，所以一般穿黑色的、乌色的，啊，这个色真朴素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还穿，在家人拢总会使穿。这无限制，但是呢，这个大衣就限制。无受戒菩萨戒，袂使大衣。现在有真侪人受三戒、受五戒就大衣，那是绝对错误。这是戒经内面所无的啊！戒经内面啊，在家受戒菩萨戒才会使大衣，大衣是万衣。无条纹呢？条纹一定是出家人戴。在家菩萨受戒的时间搁较长，年岁搁较大，伊戴万衣，万衣就是无这假的啊，无这一假一假相的，这一定都爱了解。但是现在呢，真混乱咯，乱世嘛，那非常混乱呐，咱来了解啊。
哦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下面的问题，那明仔再过来解答吧。